哟，这有点深嘞。这，阿伯妹妹，刚才这不刚才从，安的阿里人家住的木在那那蛋的住在。好，我先看一下。看我啊。哦，对对对。左手拿腰，然后右手插腰。左手拿腰，右手插腰。然后要把这根给它扎到泥土里，让它立住。对，然后你看它的间距，差不多一个巴掌的距离。好。 这可以吧？可以啊。阿伯，我查的怎么样？么么，哦，意思是好的意思是吧？对，汉尼话的好的意思。哦，汉尼话的好的意思。夸你呢。这个查完之后，还要怎么管理？哈哈，那样脏完以后哈，脏腑也防虚寒，那样哈，你哈哈的管理。 要一直保证这个田里面有水，原梯田就原是一年四季都灌着水的，因为这边的人要养田。哦，我们老家那边下雨比较少，但是，确实。那这是不是需要施肥打农药啊？你觉得这个需要施肥和打农药吗？我个人觉得不需要。对，我们这边原梯田是一年一季到。 After harvesting, locals put ducks and fish in their fields. These animals consume grass and snails, and their waste serves as a natural fertilizer. The rice fish duck model of the Yuanyang terraces is both economical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.